人们都说这东西吃着痛死猴哎，就该去这没事根上揪点这吃吃。先给这香菇这小瓣瓣给它切了，再给它切成这一片一片。看见这东西我都膨胀，给它切成一片一片。青青椒也给它切成一块一块。先起水烧锅，水冒泡给这香菇滴到里头，焯一两分钟给它捞出来。再起油烧锅，油热给你的肉滴到里头，滴里你们赶紧跑，要不嘣一下都绷住你了。炒边塞给这肉往后拱，下葱姜蒜，炒香给这香菇滴到里头，不愣两下滴点生抽提提鲜，再滴点老抽，再滴辣点蚝油，大绿绿翻炒它五六七八十来下，盐鸡精白糖调味，尝尝甜咸，包学我烧一爪子可不冤枉。最后给这青青椒滴到里，大绿绿翻炒它五六七八十来下，没这不知道妥安。你都说这美不美，美了你还也整啥，赶紧照着屏幕对一对。